你一人睡这儿去啊？嗯，慢点啊。方便。哎呀，小王，你这酒不少啊！啊，楼下那酒行的老板是我朋友，每次喝酒啊，在他那儿批发。那你这要什么酒戒了，在楼下那酒行不得倒闭了呀？我宁愿他倒闭了，我也得接酒。真的呀？哎呦呵，真的。 你喝醉了酒，心里好受啊！哎呀，你想清楚就行。这酒啊，花钱都能买到，身体都是自个儿的啊，可别那么喝了。方正，嗯，你随便找个箱子，啊，把你能看到的、能找到的所有的酒，统统给我拿走。从今天开始，我滴酒不沾。这不是吧？ 这酒是都您花不少钱买的，我拿走算怎么回事啊？哎，行行行，我明白了，小王，自当是我为了你戒酒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了啊！我得找去啊。哎呀，我来着了，算是。小王，既然你这么说呀，我觉着你就是下定决心了啊。回头吧，等你这酒瘾、嘴瘾、心瘾彻底戒利索了，咱就踏踏实实回医院上班去，继续当你那勤助人啊。 不回医院了，为什么呀？换个活法，这段时间太累了。况且我这个手也不行，做不了手术了。酒我拿走了啊！你可记住了，你跟我说的，滴酒不沾啊！哎，这还两瓶呢，哎。
小王，小王，你瞧我这车钥匙是不是烂这儿了？小王，哎，小王，你看我那……你干嘛去了？不是我让你看着他吗？你这么点任务你都完不成了？我哪去看着他，不让他喝酒去了？我分明就是一陪酒的呀。 爸，真的真不是我多想喝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是想，我多喝一口，我姐夫他就能少喝一口，您知道吗？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喝一斤，他喝八两；你喝两瓶，他喝一瓶。嗯，不是你那是陪酒啊，你这就是跟他去拼酒去了，你冠军他亚军呢。不是你交代着我去的，咱不纠结这事儿，好吧？反正。 跟你说，以后秦川住的事情我不想再管了，我劝你也不要再管了，行吗？我这来人了，回头再说啊。我姐夫什么呀？不管了，我让你爸回头再陪我大姐夫喝酒去，我可不去了，我陪不动了，要去您去。小鱼，哈哈，这么漂亮，漂亮什么呀？ 生完孩子皱纹一打一打，让我看看，哪有光着呢啊？哪看出你是三个孩子的妈呀？哎呀，这么说来，我行情还不错呀。当然了，老刘收到起诉书了，你猜他什么反应啊？这个王八蛋竟然给我撕了，他不承认他有外遇，本来就没有外遇，都是你自己瞎想。 老刘真的是个好人啊！你那会儿住院的时候，他带着仨孩子又当爹又当妈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睡觉，哪还有那心思去？看来你还挺了解他的。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当然了解了。那你有多了解他？说说看。别的不敢说哈，至少我觉得他是个好人，有责任心，有担当。你那会儿还没跟他结婚呢。 娘家不是出了点事儿吗？人家把事儿全给揽下来了，那可不是一个小数啊！我那会儿就在想啊，小鱼啊，你可真有福气啊，摊上个老刘这么个丈夫，多好！他那个时候就找过你了，我怎么不知道？不让我跟你说，他还跟你说什么？我说，这辈子只要小鱼不离开我。 我对他就不离不弃。怎么听来他还是个好人啊？当然了，所以你要珍惜啊。如果老刘跟老秦，你会选哪个？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我是说，假如他俩都追你，你会选谁啊？他们俩要是都追你，你选谁？我选老秦。那我选老刘。老刘也会选你的。老刘每天在我面前老夸你。 说你大气、善良、温柔、好看，说你特别好。老秦也在我面前老夸你，说你看人家小鱼多风情，多有女人味儿啊，哪像你天天那么古板啊！其实方玉，我觉得我挺羡慕你的。你看看你，孩子没了，工作也没了，婚也离了。 你还帮我来打理酒吧，真的特别能干。我为什么就不行啊？哎，我听说你该跟一个唱歌的小男孩好了，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咋能找小男孩呢？那都耍你们。你怎么也得找个像老刘这样的，又有钱，对老婆又好。对呀。
可惜还没跟我离婚，他不会跟你离的。你又去找他了？没有，你住院那会儿，老刘跟我说，早知道三个孩子把你折磨成这样，就不要孩子了。不想要孩子，那他想要什么呀？他想要你啊，他想让你好起来。最在乎的就是你。现在有孩子，我又是黄脸婆，他不好意思跟我离。 小鱼，我求求你了，别那么钻牛角尖好吗？行了，不说了。你收拾收拾吧，准备准备，咱俩交接。来，交什么接啊？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总得给我点准备时间吧？准备什么呀？啊？ 准备什么呀？你俩都准备这么多年了，还要准备吗？我以为你是说你要把酒吧给拿回去。我说的是老刘，老刘！小鱼，我真的跟老刘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什么？你俩就一腿，我跟你说，小鱼，我根本就没有跟他好。告诉我，你俩到底什么时候好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没跟他好，我给老刘打电话哈。 我让老刘告诉你，打电话，你不要打电话，方玉，把电话给我，打电话没用。小鱼，小鱼，方玉，我知道你每天给我吃药，你俩每天给我吃药，把我送医院里边，你俩就可以活够了。小鱼没有，没有，有有有有有，方玉，你看你。 你们到底是为什么离婚啊？对啊，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吗？那方乐到底是不是吃软饭的呀？你要再叫的话，我就报警啊！不是，袁姐，您配合一下吧，袁姐。话说啊，上去。去。大道理不用我跟你讲了，你都明白的，姐。你说一夜夫妻把这恩，你说我们怎么办的？就弄不了，你不管谁管呀？记住，我跟他现在已经离婚了哈，我管不了。 理儿倒是这么大，理儿，但现在不是实在没辙了吗？你得想辙，我就是去也没有用了。你跟爸也没有用，我觉得你就得想想怎么给他找一个什么戒酒的地方。我上哪给找去啊？我们已经想办法呀。你想，你是他现在喝法那赵死理喝。我知道呀。等你办法没想出来，他喝死了怎么办？大姐，你是我们大姐，你平常说弟弟妹妹什么的，你说都挺清楚的。你这事儿怎么犯糊涂啊？还是因为刘佳佳离开了，我们得给他找刘佳佳来，我给他找回来，我能怎么着？ 不是，现在不是说刘佳佳的事儿，说她喝酒这事儿。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那他真喝死了，你后悔啊？疯了！我觉得你真逗，你关心完你前老丈人，又关心你前姐夫，你能不能关心关心你自己？我，你这天天游手好闲的，你混到什么时候你？我怎么成游手好闲了？你跟着干嘛呀你？我前姐夫那不是你前夫吗？我关心他，我有错。行姐，我听您的啊，我关心关心我自个儿，我麻烦你，你关心关心你前夫，我求你啊，我走了。 怎么又喝上了？快快快快快快，给我！你谁呀你？别动我！我爸，可能我爸早死了。 不是你老丈人，快快给我，别喝了啊！老丈夫，老丈夫，来，快干杯，干杯，干杯，老丈人，干杯什么杯呀？
给我别干了，不喝成这样了，该干。不干，我倒茶。不要，不喝茶，不用，不喝茶，不用，不喝茶，不喝茶，快坐好，坐好，坐好，不喝啥？坐好不喝啊？不喝不喝，快起来，喝酒。哎呀，不喝了，二锅头，哎呀，喝什么酒？老白干。 哎呀，老白干，你喝什么？说一道，我叫秦山柱，我今年40。我知道，我属兔的，正月的兔，正月的兔，我妈说正月的兔命不好，因为就没有草吃，这一辈子都是刨食的命，喝两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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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喝什么呀？喝！老郑，我跟你讲啊，我只向你保证，你别看我这个穷学生啊，但是我的研究生是保送的，这现在好多医院都想要我，要我去给我分房，这给我北京户口，这你又说，你这要北京户口，对，这会断了吗？我们好多人没有北京户口，并且。 我还娶了个北京媳妇儿，北京媳妇儿老丈人。哎呀，谢谢你把风雨给我，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要好好孝敬你，我一定比您儿子还孝敬你，知道吗？我还向你保证，我将来也保证，我给你生一个。 大胖孙子，我是个大胖小子，也行啊，干什么干？叔叔，你怎么这样啊？你说你怎么成这样了呢？ 头回见你的时候，你说多精神，你小伙子，你说话有条有理的。一看你，我就知道我闺女肯定得让你拐走了。你看看，不但把我闺女拐走了，把我也拐走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就把你当个亲儿子看。有时候我对你啊，比对方儿我还上心。栓柱，咱们爷儿俩能聊到一块儿去。你妈走了，家就剩我一人了。你隔三差五的还来看看我。 给我喝口小酒，跟我侃侃大山，我挺知足的。我要是听你聊天啊，我是一种享受。我跟方儿，我找不着这种感觉。虽然你和老大离了，但是。 我也没把你当外人啊！无论你干什么，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牵肠挂肚的。当初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准了，我们方家的姑爷。 就应该是这样，我把闺女给了你，我闺女肯定这辈子遭不了罪。这人你说怎么这样的呢？什么事儿啊？也不是说太准太绝了。 难受。
豆芳芳，哎呦，我听圆圆说你都有孩子了，哎呦，哎呦，圆圆他们俩呀，没多大个事儿，那就是哎一天两个人就话赶话呗，就有点小摩擦，真的没什么大事儿啊。是，哎，对，你看大家都那个是。啊，那个，哎，圆圆回来了哈，那个不聊了，不聊了，哎，好嘞，好嘞，啊，圆圆，外面怎么样了？都闹成什么样？快跟我说说，怎么所有的人都知道，都问这事儿呢？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现在呢，就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事儿既然已经捅出去了，就让他们闹呗。再说了，现在节奏这么快。这头条新闻挂不了两天就下去了，没事妈，再忍两天啊！求你的心大的。哎呀，要我说，要不你俩复婚？我们俩婚都离完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相信的话，那我把那离婚证找出来，您再审审。你说你这孩子啊，你又气妈，妈为你什么都做了。妈写了个声明，你给妈看看。妈为你的事操心的，吭哧吭哧写半天，你听听啊，找个人给妈发出去。我就说，你们是因为一些性格上的小摩擦、一时冲动，所以才因为一时冲动离的婚。但在你爸爸的事情上呢，重新认识了方乐，在你爸爸病重期间呢，方乐的行为感动了你和妈妈。你们两个人，哎，没念完的。声明写的就跟一个小学生作文一样。这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那也不是假的。圆圆，你们俩就去复婚吧，啊？您是魔怔了吧？天天就是复婚，复婚这个词儿挂在嘴边。那怎么了？那离婚、复婚的都多着呢，怎么就……行，我这电话电话。喂，金总。啊，是这样，圆圆，现在这个舆论啊，对你真的是很不利。台里考虑让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至于你那个栏目啊，台里安排一些比较优秀的人上。至于什么时候回来上班，那就等台里另行通知吧。行了，我知道了，您甭说了。老方。方大同，方大同，哎，人呢？哎，方乐，哎，方乐，哎，你跑什么呀？你看见我，我又吃不了你。哎，我刚从外边回来，你怎么来了？你爸呢？我爸出去了，他你找他有事儿啊？对呀，我帮你找去，我就。哎，行，别帮找了，来，先把给你爸带的东西拿着。你来就来呗，你这什么呀？这是牛奶啊。那我在这等你爸爸。那个，阿姨，你冤有头债有主啊。您有什么事儿，您就冲我一人来。我爸呀，年纪大了，血压又高，心脏又不好，他吵架吵不过您。那你们家谁能吵得赢我啊？叫出来跟我吵啊！那您这来晚了，您要早几年的话，我妈还活着，你们姐俩能比划两下呢。那我爸真不灵这个，您这行了，我又不是来跟你爸吵架的，我们还不是来说你们孩子们的事儿的。您商量我的事，您就跟我说就行。您说什么我都认。就那天记者找我，我知道我该说的我不该说我全说了，但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我也清楚，您知道这事儿之后，肯定心里特别凑合。您这么着，要杀要剐，您冲我一人来，我今儿就跟这儿戳着，我吭一声都不算北京爷们儿。只要您心里这口气儿喘顺溜了，不堵得慌了，我怎么着都行。方乐，其实你做我的女婿吧，从孝顺老人这方面，你真的是没得挑。可是你要作为圆圆的丈夫呢？虽说不是太优秀，也算及格。可是，你没想想当妈妈的心，你
知道吗？那年刚把圆圆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哎呦，这么漂亮一个小姑娘，我跟圆圆她爸呀，我们都乐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闺女培养好，我们让她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什么都不比别人差。后来慢慢的，我这闺女呢就长得亭亭玉立的，哎呦，我们俩上街这么一走啊，你看那回头率，当妈的呀，我可骄傲了。从那开始，我就开始给闺女规划她的人生，我就希望她将来找一个丈夫，要个有个，要样有样，哎呦，风流倜傥，能。后来就后来了呗，她就找了你，我就想了。这我闺女哪一点不行啊？这就非得找个这样的回来，那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我看见你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我能看到你的优点吗？我怎么可能包容你呢？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我对她的失望呢就把气全撒在你身上了。对，这是对你挺不公平的啊。阿姨，您说这么多，您到底想表达什么呀？哎，方乐，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圆圆，对吧？其实这件事呢，从一开始就是我挑的头，然后把这事儿弄成现在乱七八糟的不可收拾了，都是我一人造成的，跟圆圆没有任何关系。圆圆真的是无辜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原谅圆圆，跟圆圆复婚。说什么了？这跑什么呀？阿姨，算我求你，放我们俩一条生路，求你了。你怎么今天突然来看我？你不是说等我出了院，再不管我了吗？哎呦，我不是来管你的啊，我是来看你的。是奉我老爸的旨意，还是你了解我，知道我喜欢吃饺子？是我爸让我来给你包饺子的。每次煮饺子的时候啊，先烧一大锅开水，然后把饺子一个一个放进去。这饺子就跟人生是一样的，在你下锅之前，你得先被开水烫一下吧。再放在锅里煮一下子，再捞上来之后，放上酱油，放上醋，拌上辣椒，然后再被人咬一口。人生一样，不趟几次浑水，哪能明白事情？我发现你不喝酒的时候，还挺文艺的啊，说话很有哲理啊。才知道啊，这么多年才知道我文艺啊，我一直都很文艺，好吗？那就把酒戒了啊，一直保持你的文艺范儿。咱们不提酒吗？我上个厕所。怎么了？没怎么。以前咱们家包饺子都是你来和馅儿，今天我和的怎么样？闻着挺香的，得尝尝才知道。放心吧，一定好吃啊。和云，谢谢啊。要不是你，还有爸，还有方乐，我指不定还要闯多大的祸呢。谢就不用了啊，以后不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其实，
我也不想老是去麻烦你们，但是一碰到事儿啊，就不由自主地跑到你们那边去。哎，接下来怎么打算呀？什么什么打算？准备干什么呀？没想那么远。你还真准备当一辈子酒吧老板娘？什么时候酒吧不需要我了，我就去旅行。哎，这个主意好，去南方啊，那边风景好，空气也好，而且那边的水土养人。你呢？什么打算？我做保运员啊。怎么了？保运员。喝醉话吧。保运咨询员。我打听了，就凭我这个秦主任的头衔，找这个动嘴不动手的工作还是挺简单的，而且工资也高。不会是月嫂吧？什么呀？这哪跟哪儿啊你？但你得把酒戒了啊，人家是让你喝酒，可不让你去。你怎么又提酒？咱能不提吗？不说了吗？啊，不提不提不提。我去看这水烫了啊。马上就开了啊，马上就开。吃了药，烧也不会马上就退的。来，萌萌，来让一下。老公啊，你干。哎呀，你干嘛呀？他发烧呢，不能加被子啊！啊，你不懂，他发烧了就得盖上被子，捂一捂汗，他明天就好了啊！不行，在美国发烧都是用冰敷的。这不是在美国，是在中国，毛毛，没事啊，在中国他就是得捂汗，你不懂，你小孩你什么都不懂。再捂，你都把他给捂坏了。怎么会捂坏呢？他就得捂着，他怎么好呢？你根本就不懂。来，我能放手，放手，放你松手，你松手，你松手，松手，松手。你松手，放下，松手，你松手！哎呦，哎呦，哎呦，放下！你给的，哎呦，你俩这，哎呦这，哎呦，快别，快起来，别压着我呀！哎呦，小飞侠，哎呦，哎呦天，他就一孩子，你跟他抢什么呀？哎呦，孩子，孩子能有那么大劲儿吗？上北京，自从毛毛来了以后，你看你都变成什么样了？成天没事不是从家里去酒店，就是从酒店去家里边，你跟个送快递的似的，你连送快递的都不如。那送快递的还送食送喝送鲜花的，你送什么你？我送的都是爱心。放屁！你就送些片儿汤话了，你知道吗？你见到毛毛，你跟毛毛说：“哎呦，毛毛，我想你。”回来见到我，你又说：“我爱你，我爱你。”你怎么什么笑话都敢说啊你？我真的爱你，我真的是，我每天这么跑来跑去的，再辛苦我都不怕，我都是为了你高兴。我不高兴，毛毛高兴了，我一点都不高兴。我跟你们俩都得高兴，你们俩高兴，我再辛苦都值了。可是你今儿早说那句话，一下把我彻底说崩溃了。我早上说什么了？我早上就说让你们吃包子，我错了？不是，你跟我说要跟我离婚，你知道吗？我一下我就像掉到冰窟窿里去了。这些天本来我就身心憔悴了，
这一下彻底让我从心里到生理全线崩溃，我实在受不了了。你为什么呀？啊，小飞翔，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你不爱我了。我哪儿啊？你说我每天这么跑来跑去，不都是为了你吗？不是，你是为了毛毛。小飞翔，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我都离不开。可是以前手心手背都是我，现在我就剩一手背了。我觉得自己特别背。你别这么想啊，这一份爱呢，给一个人，他就有这么多。如果要两个人分享，他就加了一倍。不对，每个人的爱就那么多，你给一个人和分给两个人，分量都是不一样的。你别蒙我了。饺子来了，水来了，干了。啊，尝尝。来，尝尝。尝尝我的这个货的事儿怎么样？怎么样？关键是那个烧怎么样？不是有那么烫吗？嗯，不错吧？这饺子就得就着酒，饺子就酒，什么都有。请拦住！我以后要再管你，我就不叫方玉。方玉，放开我！你想死你就去死，你想死你就去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再不喝了，行吗？我相信你吗？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次是真的。你拿什么保证？你知道冰块的用处是什么吗？嗯，是这个。你行吗？又不是。毛毛，我问你个问题呗。毛毛姐，问你个问题呗。你说咱俩如果同时掉进河里，你爸会先救谁？因为我妈对他的了解，他谁也不会救。为什么呀？因为他不会游泳。那假设他会游泳，你说他会救谁啊？以我这段时间的观察，他会先救你。为什么呀？因为你在他心里比我更重要。以我这段
段时间对他的观察，我觉得他会先救你，因为你比我更重要。你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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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重要，你更更重要，你更更更重要，你更更更更更重要。小飞象，你更更更重要，你更更更更更重要，你更重要。小飞象，更重要。听见没？叫你呢，你比我更重要。你说什么？小飞象，你比我更重要，上面叫你呢。毛毛，毛毛，上面已经叫你呢。怎么叫你？你听不见，叫我你就能听见啊？啊，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毛毛，哎呦，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来，你别动。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了？你先起来。你先坐床上去。别！我要上厕所。啊？你听见吗？我爸要上厕所。我爸要上厕所。Chérie, bobée, mon amoureux, je t'aime. Bobée, ouais, des boutiques, ma ni taille d'eau, je veux se dire. Suis jeune, je veux se dire.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问题 Chérie 我无能为力解决问题要靠你自己宝贝你要懂得世界美丽在你心里在我心里世界有更多的问题幸好我们心中仍有美丽宝贝只要学会宽容善良智慧坚强宝贝只要唱歌你会美丽你会快乐你会懂得